第六课，包子多少钱一个？钱，钱。茶，茶。买，买。多少，多少。快，快。杯，杯。太贵了，太贵了。你买什么？包子多少钱一个？两块钱一个，五块钱三个。我要三个，谢谢。有绿茶吗？有。多少钱一杯？五十块。五十块，太贵了。买花。你好，你买什么？玫瑰花多少钱一只？十块。太贵了，昨天五块吧。对，昨天2月13号，今天2月14号。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一支铅笔一块一。你拍二，我拍二，两支铅笔两块二。你拍三，我拍三，三支铅笔三块三。你拍四，我拍四，四支铅笔四块四。你拍五，我拍五，五支铅笔五块五。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一支铅笔一块一。你拍二，我拍二，两支铅笔两块二。你拍三，我拍三，三支铅笔三块三。你拍四，我拍四，四支铅笔四块四。你拍五，我拍五，五支铅笔五块五。Test One Listening 一。喝茶吗？好的，谢谢你。二，我要买那个绿的。那个红的也很好。三，姐姐，我们有几块钱？五块。四，那是多少钱？我看看，一块，两块。